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划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以身体的行为清净，
没有杀生、偷盗、邪淫、淫逸、贪婪，种种秽恶业。口业起则无诸过失。我们的口业，今天斋戒日，最好永永远远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进一步念佛、诵经、持咒，劝人学佛。内心有了烦恼，贪、嗔、痴、傲慢、嫉妒、怀疑，种种烦恼，它就会造业，就会生死轮回痛苦。所以基本上今天不起贪嗔痴，还保持六念法，跟希望内心安住在一个平等无我的空性，对所有众生平等难忍的悲心，为所有众生愿成佛的菩提心，这才是报父母恩、超度祖先最好的方法。所以各位必须一日一夜秉至虔诚，爱发脾气的人试着一天不要发脾气，又能够忏悔，又能够得佛力的加持，那就像我们得癌症赶快去医疗，希望把它断根掉啊，那癌细胞不再发作。当然癌细胞的发作不是光医疗，最主要还有一个心态。所以佛教里面讲了，心态引导这个业，业力现前了。所以呢，有当下的心态因缘，然后呢又不断的发作了。所以透过八关斋戒，把这个轮回生死的根把它断除掉，养成这种快乐。所以一般是满足贪嗔痴叫快乐，但是慢慢学佛了就知道，没有贪嗔痴才叫自在。所以无烦恼业因，所以各位必须很认真，今天认真，明天就会认真，后天就会认真，养成一个习惯，忍一次就可以忍两次，忍三次。那透过这个忍来告诉我们，这是因为我的问题，我有一个我执，我有这个业，所以透过忍就可以消业，又可以慢慢断除嗔恚心，又可以进入无生法忍证的空性啊。所以养成这种没有欲望，不会生气，所以深信因果，没有骄傲，不嫉妒怀疑的这种心态。所以为了如此，要就像生病的人要吃药，那病好了就不用吃药。意思是说，如果你能保持一个正念，那就可以把负面的这些烦恼恶业把它净除掉。所以内以六念净其自应，念佛慈悲导师，念一下南无东方阿处如来、哦、意念的阿处如来，累世的修了持戒忍辱，念一下诸缘不动，无嗔大悲，普度众生，同入妙喜，向好庄严，不退菩提，降伏众魔，成就佛道啊，太伟大了。所以呢，念的每一个佛的因地的修行，为众生的愿。南无南方宝身如来，南无西方阿弥陀如来，大家最熟悉了啊，消业往生净土，成就佛道。阿弥陀佛的安排，让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参访十方诸佛，供养得受记啊，让我们跟所有的大菩萨生活在一起，让我们也学习菩萨的发心，能够趁愿再来学观音导驾慈航，普度众生。所以从平常消我们的业障，降伏我们的烦恼，进一步引导我们往生西方啊。所以以及如何往生的方法，所以阿弥陀佛慈不慈悲啊，太慈悲了，我们千万不要辜负他啊。所以佛这么爱我们，就像爸爸妈妈这么爱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辜负他，我们要好好的孝顺持戒啊，让现世父母福寿，让往生父母超度。所以因为佛对我们的悲心啊，所以来南无北方不空成就如来，
啊，所以不空如来那种24小时分分秒秒像 seven 一样啊，那种精进永远不退转不懈怠，所以呢，在关怀众生，所以叫精进成就。那么中央毗卢遮那佛啊，所以呢叫法身圆满六度成就啊，所以那每一个佛这么慈悲，都是为了众生，佛的一切功德是为了供养布施众生，所以各位要经常去忆念每一个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慈悲为众生，而感动了自己的心，让自己学佛发成佛菩提心啊！我们不能自私，为了自己的爱情、身体、家庭、事业、身体在修行啊！所以我们要转念，你一转念，你的身体就舒服了；你一转念，你的烦恼就没有了。这个叫一心念佛。所以，当你起了一个我执啊，我想要凸显我自己啊，我想要表现我的思想啊，啊，我想要表现我的身材啊。事实上，各位照见五蕴皆空，这个身体、物质、感受、想法、行为、意识，这里面根本没有一个我，与我无关。但是，我们就紧紧地抓住这个外在的物质、肉体、房子是我的，啊，书我出来来看，这块土地我的哦，就臭屁。所以哦，这根除外哦，啊，这里空调哦，啊，然后就像一个女人身材很好啊，她就一辈子很骄傲啊，对不对？不由自主的骄傲啊，啊，因为别人羡慕她，这个就是一种对物质、对色，这个色蕴本来它就是一个组合体，那个组合体里面有大便，有什么都有，对不对？啊，这血肉，所以但是她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而产生了一个骄傲，所以而甚至瘦，哎，我是博士，我是董事长，我给别人一个羡慕的眼光看到我，我觉得我感受気持ち就好啊，你啊，很快乐。所以事实上这里面，如果你杂染执着一个我，反而这个五蕴就是变化无常，所以你认为想要抓住它，那你就会痛苦。所以各位要念法，所以释迦牟尼佛每一个佛告诉我们这个解脱的方法，成佛的方法。所以哦，地藏经怎么样发愿呢？所以华严经教我们怎么成佛了，楞严经教我们怎么降魔断烦恼的。所以每一部经典，特别大乘经典，都教我们空性发菩提心的方法。所以那这些我们要意念。再来念身，按照佛陀的正法在实践的这些和合众，像我们今天就是身切和合众，不分在家出家，大家为了所有众生愿清明扫墓，那我们努力的来帮他修行。为什么？所有众生无一不是我们的父母，特别这次牌位特别多，那能够在我们面前接受我们供养回向，都做过我们父母啊。所以我们大家和和精进啊，一起大家精进，来以八关斋戒做基础，来发起菩提心，广修各项功德，来回向给整个世界众生。愿所有扫墓者，哎呀，父母乃至被扫墓对象离苦得乐，扫墓的人升起一个孝顺心、感恩心，而得现世福报。所以要这样祈愿，那这个叫生切。所以加入你，加入我，大家合为一体，念一下共享功德。所以大家今天一起三叉八关斋戒，假设今天有800个人，我们每个人就有着800份的共善业啊。我们大家今天一起念佛，大家今天一起放生共生。刚刚我还看到我们慈悲的阿妮，他们精进的为我们在修法。事实上他们精进的在修法，他们也得到快乐。为什么？他们的心念就很安住啊，啊，他们就很平静啊。所以刚刚我到地下室一进来，就听到他们在放音乐，哎，这个放音乐好听啊，啊，就像进了餐厅，有了音乐，有了气氛啊。
到了三楼，大家正在念诵法语，哇，这个更高级了，啊，这个一点都不会起起妄念享受的浪漫，而升起了一种对法的尊敬，啊，这种大家对法的，老实说，如果释迦牟尼佛来看到大家这么认真在念诵八关斋戒的功德，在持戒，佛陀高不高兴啊？哎，这个就是修行的供养。真修行的供养，哪一天你证了空性，佛陀会不会放光啊？太好了啊！佛陀的生命产生意义了，他要让众生证了空性解脱，乃是不退菩提心。所以我们要用这样来发菩提心，来精进的持戒做供养。那大家这样子的皈依三宝、持戒布施，来世至少升天。所以现在辛苦没关系啊，为众生辛苦。这个辛苦不是我在辛苦，是用辛苦来降服这个我。我就像各位跪在那边，哎呦，脚好痛啊！啊，站在那边脚好酸啊！但是你这样去做，你可以降服对身体的执着，啊，以及这个我的心的脆弱。哎呀，我的脚好酸啊！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个我这个字，但是你要执着我，包括我的脚，那你就麻烦了。所以以后在酸的时候，请问谁在酸？不是我。被骂的时候，谁被骂？不是我，根本不是我啊。所以那你就没痛苦，那只是一个感觉啊。你骂我，那只是个声音，你啪打我一下，那个感觉不是我在痛啊，不是我，我还担心你手痛嘛，啊。所以那各位你要养这个习惯，佛教讲的空性是没有我，没有我。那佛陀教我们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你痛赶快想到众生痛，而不是我在痛啊。你穷赶快想到众生的穷，而不是我在穷，因为想到众生的穷可以超越我，还可以升起对众生的大悲心。但是千万不要有一个我在痛，我在难过，我心情不好，你要把这个妄念消除掉，赶快转为念佛。哎呀，阿弥陀佛加持我，地藏菩萨加持我，我不能有这个我转念。那你对佛有信心，能不能转念啊？你在这个五浊二世轮回好苦啊，你终于全然放下，一心念阿弥陀佛，会不会马上到净土？那往生者在最后的时候，他就会全然放下，往生净土。那平常我们念佛能不能得生净土啊？心在净土了，弥陀即我心，没有我的心呢、啊，因为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此方即净土。我现在哪有在一个痛苦的地方啊？我马上在极乐世界啊！所以各位要把握念佛，当下就在净土，未来当然的因缘更在净土。所以活在当下啊，发愿将来成佛。所以念天，也就是说我们好好持戒，来世不再恶道轮回。甚至呢，直接升天都算内院极乐世界，身口意如不如如法。所以各位，就像我现在在讲话，我也一直在听我自己，我讲这个话适不适当，可不可以，应不应该，声音好不好，我每一个阶段我都在注意，绝对不能失控，了解吧？不能失控。所以学佛你要有一个好像你后面有一个经纪人在管你一样。学佛要把自己受给予阿弥陀佛，把自己的心受给你的佛性，而不要受给你的烦恼性、贪嗔痴，那个不是你，我是男人，我是女人，那个不是你，那个只是一个业报假名的一个名字，但不是真正存在的，虚幻的。所以你要慢慢习惯啊。小时候我们没这个习惯，海涛，哎，叫我名字好爽，一下又海涛，一下又海涛。如果在骂海涛，哦，这叫波饼柱啊。但是因为你觉得这个名字是我，但是现在你要慢慢，这个名字是假名的啊，无自性空的，暂时的。那感谢这个海涛，感谢这个肉体，让我能够拜佛啊。我的目的呢，我的目的是菩提心啊，所以我要安住在一个这样的状态。事实上，海涛不是我，花才是我。本质才是我，麦克风才是我，你才是我。那佛教里面的根本没有个我，只有众生，心中只有国家，只有众生，只有世界，只有净土，而没有自己。你要一直养成这个习惯。所以今天我们所八关斋戒，就把这个我呢，把它放掉。
阿罗汉就怕这个我，对吧？阿罗汉知道有这个我，哇，我就生死死到真歹看，怕死了，所以如旧头然，所以阿罗汉就没有我，没有我，啊，那菩萨呢，在这个无我为基础，进一步只有众生，我要让所有众生都离苦，感受到众生的苦。修行是一种训练，身口意的训练，所以以及对世界真实的了解，从一个不关心世界变成一种承担爱护世界，一花一草一木都希望它快乐，所以我们永远各位最好学我们这样来爱护地球，守护法界，爱护胎儿，所有众生，要一直表达表达啊。所以我记得我刚出家，还没有出家，我家里永远我看书的地方永远贴一张地藏王菩萨，在那边得到地藏王菩萨的加持，学习地藏王菩萨的愿力，将来看所有的经典来修行啊。那个桌子小小的，我还记得，那个桌子是以前我的麻将桌，麻将桌变成佛桌啊。所以一切都可以转化了。那一间我的读书室是我以前的麻将室，生活改变了，开始那边读书打坐拜佛，被关在里面。为什么？什么时候可以出家啊？那个时候消极的不能出家，就天天拜佛看佛经打坐嘛，因缘到了我就可以出家了，这也是个很好的闭关一样啊。那时候更精进，更精进啊！因为有阻力，你才会努力嘛啊！所以如果没有阻力，一个人就是很顺境了，他就可能会骄傲了啊！那各位每天都升起这个念头，因为所做的一切，诵地藏经、念大悲咒，都是为了以父母为首，因为对父母的态度来对待所有友情啊。所以就一直发展这样子的一个信愿，那你所修的功德就遍满一切处，心量到哪里啊？四无量心，那力量就到哪里，佛力就在哪里。哦，你的儿子在美国，你现在求阿弥陀佛加持他，阿弥陀佛会不会马上到啊？这叫快递啊，不可思议。你的念头拿着佛力就加持，但是这样还是个执着啊。美国这么多人，又不是光你儿子啊，对不对？当你念给你儿子的时候，你要观想有你儿子的心发光，遍照整个地区啊，法界，那你也得到利益，你儿子也得到利益啊，也发展你儿子的悲心呢。所以我们儿子就是要父母为缘，爸爸妈妈是我们生这种孝顺报恩心的缘，但是因为爸爸妈妈，所以有爸爸妈妈显现着光去利益众生，那爸爸妈妈会不会变成佛啊？这就是大势至菩萨啊！大势至菩萨为了他的父母的骨灰，后来呢，大势至菩萨悲愿父母都发光了，父母就利益众生了。所以我想，因为对父母，我们比较容易升起那种自然的感恩，承担他的苦，一点都不排斥父母的错，我们都不会怪。我们觉得他是我们父母嘛，感恩都来不及啊，所以父母是我们修慈心、悲心、菩提心、平等心最好的助缘呐。那各位不要跟出家人交世间的朋友，也不要跟出家人借钱，也不要跟出家人去转移你的爱情啊，去找出家人啊，执着出家人啊，这个对你的心很容易精神产生问题啊，因为。甚至你将来会变成那种性别倒错啊！有人跟我说，为什么泰国很多人？因为泰国人认为出家人可以还俗嘛，我就看看他，多看几眼嘛，啊，希望他的跟我在一起嘛。那这个心态会伤害到啊，会伤害到。所以，我们对佛像啊，对三宝，对出家人，我们要有一种尊敬心啊，不能有世间的念头啊，不能有世间的念头等等。这个父母是从我们一认识以来到他生生世世，我们都在尊敬报恩的对象。永远如果一个人爸爸妈妈对你不好啊，或者你家庭破碎，这是你的悲哀，过去世的业，你更要忏悔，你更要忏悔，不能怪父母啊。但是如何让一个永远的父母，永远的月亮在你心里面，
你能够如此，你才能够度众生，不然的话，你心里有一点缺陷啊，缺陷，那个缺陷你就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啊。对师长永远的感恩，没有佛法，没有师长告诉我佛法，我现在还在轮回呢。那希望我们的父母祖先、有情众生，法号叫善，善良的善，愿力的愿，大家都发起了一个善愿，一个菩提愿，无量劫的业障从你的身体流出去，相不相信？这是你对三宝有没有信心啊？你想我没办法，我改不了，我没办法，不要用你的方法，一心念佛、拜佛、忏悔，不可思议，佛力不可思议，这一点最最最重要啊！一个人没办法进步，就是他只相信自己，等他进步了，他更骄傲，因为我这么努力。事实上错了，那是佛力啊，努力是我们的信心努力，但是佛力不可思议啊。我们现在传八关斋戒都是用电视卫星直播，世界各地都在看。那如果你在家里看着电视手机受戒，那你要观想不是你一个人哦，你在美国地区，美国地区所有人非人的一起在受戒，要这样啊。然后呢，延续到法界众生，那我们要不断的升起这个大乘的菩提心，菩提所缘，一切有情，山河大地啊，我们为他在皈依，为他们在受戒，为他们在念佛，让自己息息相关，跟世界众生合为一体，也为世界众生离苦得乐而在用心啊，那这样是最容易达到无我平等的空性啊，把我给超越了。所以以后我们讲堂每个地方都会弄一个更大的电视荧幕啊，或是这个投射机，只要传八关斋戒大法会，大家自动来，好不好啊？免我来啊，因为这样人越少，你清净嘛，对不对？你在家里不方便，但是我们在讲堂会弄一个大的啊，然后呢，电视直播，好不好啊？这样大家都很认真，这个才叫把这个一切有情分起非情境界发起无上菩提心牵连在一起啊。虽然佛这么说，我们要把它变成一种真实的境界啊，所以让大家方便参与，方便参与，所以得到法喜。当然你没办法来讲堂，你在家里大家都有电脑啊、手机啊、电视啊，马上就融入于法会的功德海啊。那我想要把这个菩提心变成一种相啊，就透过这个心连心、网路电视，大家一起精进在修行啊，而且是真实的力量。所以各位要这样来好好持戒。所以那我们现在透过电视，多少人在持戒？无量无边啊！有没有很多天神在持戒啊？无量无边啊！很多众生我们一直邀请啊，无量无边啊！啊，这样才可以创造无量无边的功德，来净化整个世界，来净化所有有情，不断的发起这样的心，也让各位觉得说你永远不寂寞，永远都融入于众生里面。一个人会感觉到寂寞孤独啊，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我执啊，我被爱，我没被爱啊，我孤单，那就是因为你我执太强。各位你要一直想着众生，融入于众生，你那个我就没有了。这是我们出家的意义啊，在家逼迫，出家自在。那颠倒了，在家有爱情有钱怎么会痛苦呢？因为那个是自私的啊，所以你会很痛苦。那出离了这种限制，你才可以融入大海，融入法界，出家自由，在家约束，出在家束缚啊。所以各位要了解啊，出家如大鹰之姿啊，那大老鹰一样翱翔世界啊，在家如小鸟啊，嘀嘀咕咕啊，每天吵不完啊。你们两个夫妻讲话讲一辈子，在念什么经啊？啊，反正谈的都是五四三二一，恁囝阮囝，恁老爸阮老爸啊，然后都是这些无法度的代志啊。所以那慢慢的你学佛了，你就说哎呀，这个世间的无奈苦啊啊，变化无常，一天都没办法，你怎么样都被别人控制，对不对？
国家控制你，法律控制你，天气控制你，业报控制你，身体控制你，你想要今天轻松一下，电话又来了，你儿子又不乖，你又烦了，啊，你每天就被影响，